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身边这台 MG 领航 PHEV 整体依旧延续了一个燃油版车型的外观设计，采用了一个最新的第三代家族化设计语言。那这台车最大的亮点呢，我觉得就是它这个车漆颜色，这个颜色呢官方的命名叫哥本哈根蓝。那这个配色呢，相比于燃油版车型上主打的那个赛博灰的配色，我觉得显得是更加的优雅，同时呢也更符合了它这个新能源的这么一个环保的理念。那在这台车的外观呢，之前咱们已经进行过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读，咱们就不再过多赘述了，接下来咱们去车内看看。那我们现在来到车内，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台车的整个的内饰布局设计依然是延续了一个燃油版车型的设计，整体采用了这么一个蓝白拼色的这么一个配色设计。我觉得在感官上这种配色给我带来了一种比较环保啊舒适的这么一个感官体验。那我对于这台车我比较关注的亮点在于，首先它采用了这种一体式的座椅，并且在头枕这块有一个车费的专属标识，它的包裹性整体也保持得非常不错。然后在中控部分呢，它配备了一块10.1英寸的这么一个悬浮式的中控屏幕，并且还有智能语音交互的这么一个系统。你好，斑马。在呢。调小风力。好的，调到三格了。你好，斑马。我在。打开车窗。好的，这就打开主驾车窗。可以说是非常的实用了。然后咱们往下看，在挡盖区域的左侧呢，它提供了一个驾驶模式选择的按键，以及一个 EV 模式专属的按键。然后咱们目视前方可以看到，这台车配备了一个全液晶的这么一个仪表盘，内部显示的信息也是非常的丰富的。然后方向盘呢，整体采用这种平底的运动式设计，配备了换挡拨片，然后握起来呢也是非常舒服的。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方向盘右下角的这个位置还配备了一个超级运动模式的专属按键。那当我们想要进行一些激烈的驾驶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按下这个按键便可以进入到这个模式了，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较为激烈的这么一个感官体验。此外呢，这台车还配备了一个 BOSS 音响，我觉得这个配置的搭载呢真的是非常的良心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台车开到路上，咱们去看看这台车的动态表现究竟如何。那今天我们试驾这台车呢，提供了4种的不同的驾驶模式可以供我们选择，分别为普通模式、运动模式、超级运动模式，以及采用纯电驱动的这么一个 EV 模式。那在这个 EV 模式下呢，我们可以实现一个75公里的纯电的行驶里程，足以满足我们日常上下班的一个代步需求。那在我们完成起步之后的这么一个加速过程中呢，这台车的动力也可以说是随踩随有，只要我们有超车的需求，这台车的加速能力绝对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的信心。那在整个加速的过程中呢，这台时速的智能电驱变速箱也是经受住了考验，整体的动力输出呢十分平顺，在我们深踩油门的时候不会给我那种动力突然介入的感觉。由于我们本次试驾的路线呢主要是在城市道路中进行，那我觉得在城市道路中堵车肯定是必不可免的，在我们走走停停的这个过程中呢，变速箱肯定会经历一个频繁换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变速箱依然提供了十分优秀的平顺性，这一点是值得点赞的。那普通模式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切换到这台车的一个 EV 模式进行体验。可以看到啊，这台车专门在挡杆的左侧配备了一个 EV 模式的按键。那这台车在切换到 EV 模式之后呢，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车内的整体驾驶环境相比混动模式更加静谧，方向盘的转向呢也更为轻盈，我觉得女司机呢也可以轻松的驾驭这台车。我们今天的这台试驾车呢，采用了一个前麦弗逊搭配后多连杆独立悬架的设计，整体的调教风格呢还是比较偏向运动的。现在呢，我们以一个大概3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行驶在路面上，可以感受到呢，这台车的减震阻尼在初段调教还是比较软的，可以有效过滤掉大部分来自路面的颠簸，但是相对于舒适调教的车型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现在呢，咱们就切换到这个我期待已久的啊，这个超级运动模式。我已经切换到了这个超级运动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呢，可以感觉到这个方向盘的转向手感啊，明显的变沉了，有利于我们在高速时的行车的稳定性。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深踩油门，也会有发动机的轰鸣传入车内，给我们一种十分激情的感觉。而在我们以较高的速度过弯时，这台车偏向运动调教的悬架系统也给了我不小的惊喜，这台车可以提供较为优秀的侧向支撑力，搭配上其强劲的动力，我觉得可以满足驾驶者轻度的激烈驾驶需求。
那在最后呢，我觉得不得不提一下油耗。在今天经过我较为激烈的驾驶之后呢，这台 MG 领航 PHEV 的油耗仅为 4.3 升每百公里，那可以推测出在一个正常的驾驶环境中，这个油耗还将进一步降低。那经过刚才的这么一个试驾体验呢，我觉得这台 MG 领航 PHEV 无论是从外观内饰的设计上，还是在动态表现的这么一个环节上，都给我带来了一种比较精致的感觉。那我觉得呢，选择这台车的消费者一定对自己的目标需求都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那结合上它这个17万起的预售价格，以及它这个综合的表现和用车成本来看呢，我觉得这台车如果在正式上市之后也能维持这么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或许将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一个精明之选。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